等，没有人有。觉得我们他当然他也有另外给我们一张奖状，也有感谢状。那我们自己协会呢，也要特别的感谢这几位职工，因为还有我自己。那这个龙潭国小的职工呢，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付出，所以让龙潭国小愿意这种没有付费的方式，让我们在使用他的师资教室。那我们使用他的师资教室。也开放了给学校的志工跟学校的老师一起来共同享受这个资源。那我们今年呢，在龙潭国小它的这个新的校舍盖好之后，那是曾主任他主动问我说：“你们要不要回来？”所以那当然我说他当然好，因为那个视听教室它是阶梯状的，也这个可以容纳更多的人，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分享这个资源。因为我们一年开了四十几堂课，其实是很多很多社团，像苏老师他们都愿意从远地，甚至是陈景公陈老师他也愿意从台北。赶到龙潭来上课，他是缴费上课的。他本来是说，我本来是说，你原来在我们这边有上课，不要缴钱，尊重老师。他说不行不行，这个协会已经在负债，所以因为我们上46堂课，我们一年要花18万的教育经费，那我们收的会费呢，大概只有10万块。还有8万块的学费，公所这边他给我们的补助是2万块，然后是龙潭国小的乐龄是有一些另外一个补助，其实就说我们的缺口呢，至少是在6万块左右，所以其实我们是很愿意让所有的这个乡亲通通都可以，就是像是区里面。这个居民的全部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些课程。那我可能会在最近，我会整理好我们历届的一些讲师的资料呢，我会播在我们的脸书上面，让各位看看我们协会真的很伟大。那这次呢，其实我们只是针对这个送圣机的一些伙伴的帮忙，然后呢。接着下来呢是这个蝴蝶志工的帮忙，那这个也是帮我们协会省了也是好几万块的场地费啊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，所以除了我以外所有的其他的几位志工等一下请
我们司仪唱名的时候呢，请您来出列，让我们大家来一起享、这个、分享你的荣耀，谢谢。这边再提醒一下，其实我们在1月7号已经正式在龙潭国小的师资教师上课了，所以7号没来的伙伴呢，记得下次开始要来，就在龙潭国小的师资教室，是一个很棒的教室。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是昆虫，那大家也可以上网去那个嘎嘎昆虫网，这个是很棒的网站，谢谢。那我现在就念个好朋友的名字呢，请你们录出列。第一位傅心凌先生，第二位王月英女士，第三位徐仲元先生，林梅芳女士，第四位林秀明女士，第六位蔡玉萍女士，第七位刘明珠女士，第八位是李麒麟女士。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徐理事长来颁奖啊。